首先，学习脚尖部分的编织。来看图解，脚尖采用锁针起针，沿着起针这一排逆时针方向绕圈编织，分成上脚尖和下脚尖两个区域，并对称。包含的针法有锁针、长针、长针加针以及长针三针加针。下面请看我演示脚尖的编织方法。我们来起针，在正式编织之前，先学习钩边的基本姿势。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，我用棉线作为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我们对应产品的详情页中都有介绍。将线头在小拇指上绕一圈，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，用拇指与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，把钩针放在线的右侧，往下逆时针绕一圈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，钩针在线的左侧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。我们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套在钩针上，起针的这一个结不算一针。拉紧，开始钩锁针，绕线，将线从线圈里面穿出，一针锁针就完成了。这样的一个辫子表示一针，扣上记号扣。这里我起八针作为演示，具体的起针数大家请参考我们的纸质图解。绕线，将线勾出，这是第二针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起好需要的针数后，在最后一针上扣记号扣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起针完成后的样子。下面勾第一圈，首先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起立针，一、二、三，这三针锁针算作一针长针，在第三针上扣上记号扣，以便下一圈找到对应的位置。注意，扣记号扣的时候，挑这样两根线扣上。这一针对应的是下方记号扣的辫子。接着，在记号扣左侧的锁针位置，勾一针长针。长针的勾法是绕线一圈，挑起相邻锁针的这样一根线。将线勾出，
钩针扇有三个线圈，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。还剩两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。这个就是长针，继续往下钩，绕线一圈，挑起下一处的锁针。这样一根线，将线勾出。钩针扇有三个线圈，绕线依次穿过前两个线圈，重复两次。一次，两次。加上起立针，现在一共勾了三针长针。继续勾长针，一直到下一个记号扣前一针的位置。现在已经勾到左侧记号扣这一针前一针的位置。在记号扣位置，勾两针长针。挑起记号扣这样一根线，一针，在同一个位置再勾一针，两针，分别在这两针的针目上扣上记号扣。针目就是长针右上方 V 字形的两根线。可以取下下方记号扣扣上。接着往下勾，注意这里的入针位置，勾在相邻的锁针处，也就是这个长针所在的位置。绕线一圈，挑起这样的两根线，勾长针，继续往下勾，全部挑两根线钩织，绕线穿入相邻的锁针洞眼。勾的过程中，将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收进去。绕线，穿入相邻的锁针洞眼，线头放在钩针的上方，收进去。可以看一下，这一针长针和另一侧的长针，勾在同一个洞里面。按照这样的规律，一针对一针钩织，一直到这个记号扣前一针的位置。
到了记号扣位置，在里面勾完最后一针缠针。并在这一针上扣记号扣，取下这个记号扣扣上。最后在起立针的记号扣位置引拔结束。为了防止引拔位置空隙过大，挑记号扣标记的两根线，将线勾出，一次性穿过线圈。引拔的这一针不算一针，拉紧。我们稍微整理一下线头，将织片拉平整，剪掉多余的线头，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。从第一针记号扣到下一个记号扣位置，为上角尖。另外两个记号扣标记的区域为下角尖。这一圈对比起针，共加了八针，为16针，大家可以核对一下。接下来勾第二圈，新增的针法有缠针、三针、加针，在下方第一针位置勾缠针、三针、加针，立三针锁针作为缠针起立针。在第三针上挑两根线标记，这是第一针对应下方记号扣这一针，继续在下方记号扣位置勾两针缠针，穿入记号扣位置。一针，两针，这个就是缠针、三针、加针。这一针对应这三针缠针，也就是加了两针。因为这里有起立针，这个三针加针的勾法比较特殊，取下下方记号扣，接着在相邻针目上开始勾缠针，一直勾织到下一个记号扣前一针的位置。因为第一针挑了起立针的两根线编织，第二针的针目 V 字形不是很明显，大家不要漏掉这一针。后面一针对应一针编织缠针，现在已经勾完了记号扣前的针目，在记号扣位置勾一针缠针、三针、加针，
穿入同一个针目钩织。一针，两针，三针，在第三针上扣上记号扣。这个就是长针、三针加针的正常钩法。到这里，上脚尖就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上脚尖的编织规律。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的位置，各加两针。中间一针对应一针钩长针，也叫做不加不减针。下脚尖的编织规律和上脚尖一样，在首尾位置，也就是记号扣位置，钩长针三针加针，各加两针，其余为不加不减长针，按照这样的规律完成。大家看，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。这一圈在上一圈基础上加出八针。这样的一个就是一针。对应上方有一个V形状的辫子，起立针也算作一针长针。大家可以按照这样的方法数一下针数，最后对照图纸核对一下。继续往下钩第三圈，这一圈新增的针法有长针加针。先钩上脚尖，前三针为长针加针，立三针锁针作为长针起立针。这是第一针，做好标记。然后在这一针对应的位置，也就是下方记号扣位置，钩一针长针。
这个就是缠针加针，相当于从同一个针目勾出两针缠针，因为这里有起立针，是特殊的缠针加针。下面我再演示一遍缠针加针的勾法。穿入相邻的针目，注意不要漏掉这一针。在同一个针目勾出两针缠针，一针，两针，这个就是正常的缠针加针勾法。往下再勾一次加针，一针，两针，现在勾完对应位置的缠针加针，下面勾不加不减缠针，一直到记号扣前两针的位置。现在勾到对应位置，加上记号扣的针目，还剩下三针，每一针上都勾一个缠针加针。一个缠针加针，两个缠针加针，三个缠针加针，在最后一针上扣上记号扣。再次强调，在编织上下角尖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上用记号扣标记好。往后每一圈我就不再说明了，到这里上角尖就完成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上角尖的编织规律，在首尾位置各加三针，中间编织不加不减缠针，下角尖按照同样的规律完成，最后在起立针位置，也就是这个记号扣位置